套一句金庸小说的形容的话，你唱歌有令狐冲的味道。你知道吗？独孤九世无敌，他的那个高音啊，唱出来就说我来了，全都搞定的那种意思，有独孤九世的霸道，但是难免带有一丝丝的孤单呐、啊。令狐冲是孤单的、另外一位也是金庸小说的人物，大家记得《天龙八部》里面的游坦之吗？那我给你起个什么名字好呢？哎，就叫铁丑吧。好，铁丑。小人在。来哄我开心嘛！来呀、啊！那个铁头人，对不对？少庄主就蒙在那个铁头里面，因为他这个装扮啊，其实他唱歌的时候，他把麦克风要塞到嘴巴里面去唱，这个对他的发挥是有一定的影响。《恋唱将猜猜猜》第三季，荣耀归来。这世界很酷。